花园时，总是飘着像雨又像雾的气团。我有时会觉得，这样白色的湿气，其实就是进入花园的那道大门。它蓄意地掩饰掉我的视觉范围，让我只能凭靠着嗅觉与听觉去揣想雾团后面的金玉景色，究竟是异域给我什么样的惊喜。我照例会以仪式般的静默俯身，用双掌掏起一波净水，精心的浇淋布洒在我长久干旱的眼脸上，并学习那三腔饮水的优雅与无声，以及怀抱着感恩的心情缓缓啜饮入口那最是甘甜洁净的水意，再从肺腑里发出来深远满足的一声叹息。啊啊啊。在这样聆听水声的过程里，我的嗅觉其实一刻也没有停息下来。先是那有如仙女瞬间流注入我心肺的白色雾气，让我感觉到一种庆幸般的阵地冰凉，并立刻弥漫笼罩我的胸腔，仿佛以着千百只小手小脚不断触探暗抚着我的各样器官。这是一种清洗体腔的必要过程，将我吸至山下纷扰尘嚣的积累废气一丝一丝地逐出去我的身体之外。于是我开始闻到新鲜长成草叶的芳香，这气味已然和空气难以分别，有如那透过密密树梢的细枝风，以着雨丝模样洒落下来的金色阳光，如此神奇，如此的自然而然。然后我继续闻到巨大树干的熟成味道，那是一种腐朽又深沉的浓郁，低音大提琴般无动于衷那样的达人也哀伤。
花园的最后终点是一个荒废的隐秘列寮，我知道此处必然曾经停住过许多真正的猎人，尤其这里曾经就是传说中的某个家族的主要猎场，地上四散满布的兽骨与枯叶也描述猎人们过往在此肢解烘烤猎物并且主食休息饥痕的事实。我来到猎寮的时候，通常也是我行走近乎全然疲倦的时刻。我会先解释一下树枝覆盖的屋顶，四下收集一些山中叶，把这段时日里显露的西风重新覆盖上新鲜叶片，确认雨雾不会穿漏下来。然后我依照被教导的程序，先撒一杯米酒在地上，并且点燃起来一支香烟，放置在猎寮的入口，喃喃向四方念着一些敬畏与祈求的话语。在自己安静地坐下来，掏出我预先准备好的干面包，小心也安静地吃起来，一边聆听着四围传来各种鸟叫虫鸣，感觉到森林们似乎已经接受我的存在，并不觉得我是一个恶意或突兀的侵入者。最神奇的是，有时会出现来一道白色光晕，有如一束阳光的闪现，从树林的上端直直照射下来，但它仿佛并不会轻易消失，只是在林间移动来去。更幸运的时候，我甚至会看到这道光晕以着螺旋运转的形状不停地往着上方飞离去，并且把地面上的各种花木生物
通通滑入这一道纯粹的白色光晕里，平静地笼罩住我与周遭的一切，有如感受爱的终于真正降临。这时候我就深深觉得自己即使处于深渊里，也同时沐浴在源泉之中。